出发，往回走了。今天到此结束。刚才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，我的打拳终于差不多能打前20了，24式嘛，前20差不多了。今天晚上的话是试着把16到20打了一遍。其实越往后走，真的是越来越简单，因为你身体熟悉了，你对他的那些套路啊、姿势啊，包括左右啊，你都已经比较熟了，所以学起来就快。看样子这个礼拜还是很有希望能学完这24式。我说了，最后一式肯定是收式，这个起式、收式这两个双相当于白送，对吧？这个完全没难度的事儿，所以就还剩下21、22、23，可能稍微的硬核一点点。但是我相信会越学越快，保不齐明天就已经可以学完剩余的招式了，这是个好事情，这绝对是个好事情。然后我们还有几天把它基本上打熟，那基本上就是在这个5月初，我们学完这24式啊。好久没有打过了，说实话，这几天这个雨下的，加上周末本来就没什么时间，所以就相对而言的比较难操练这个。今天算是补上了一个。好，来说一说其他的事情。在来这儿之前，那么我在油管上追番《又见逍遥》，今天是剧情到了桃源村了。说实话，这个有点不讲武德啊，就是那个导演有点不讲武德，直接在桃源村最开始的那一小段放游戏的原声，也就是《桃源幻梦》，你这不是对我们这些游戏党的暴杀吗？太降维打击了吧，太犯规了吧！我是直接把那一小段大概半分钟左右又重新拉回去，还重新听了一遍，我都没注意那些主角团在说什么，就只是听到背景音乐去了。说实话，这种剧情也不需要你专心致志的去听主角团们的每一句话，我比较关心的是那种感觉，就当年的那种感觉。当那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天，要亲命了。所以我就说，至少对于玩家来说，《又见逍遥》绝对比05版的要受欢迎的多啊！还真的在试图尽可能的还原这个游戏啊，就光这一点，我觉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写了一个仙偶或者古偶的故事。而且从打斗上来说也不算狗血，也没有什么滚筒洗衣机特效或者是雪中慢刀行那种，这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的像那么回事儿。这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毕竟这是一个网剧的这个投入，不能拿它跟大制作相比啊。再来说说别的，就是我当时在，应该是在出宫的时候，就是刚才看完这玩意儿出宫的时候，我把《桃源幻梦》最开始的那一小段稍微的写了一下，也就是所谓的，它的简谱，稍微的写了一下，
后来我发现好像是写错了一个，不过一个音符吧，不过也问题不是很大了，没有人会去真的根据我写的那个玩意儿去哼的，而且我写上去的东西既没有，就只有数字儿，也没有什么上点下点，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，他想哼他也哼不出来，最多就是觉得稀奇古怪的一串数字。但这个对于我来说，估计这辈子也忘不掉的旋律啊，也是在《仙剑奇侠传》里面，我觉得自己能够背得住的几条旋律之一，几条旋律之一。当然，每一条旋律你要单独放到我耳朵边，我肯定都想得起来。但你要让我能够不放它，就能给它背得出来的，这绝对算一条，很有意思。从另外角度上来说，也是一种相当于音乐的启蒙。我很早以前就写过这样的东西，就是你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，你感觉好像你是在沉浸在游戏当中，但实际上毕竟这些音乐在你耳朵边环绕啊，你没有主动的去听音乐，但是它会环绕你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也许它对你来说也会是一种有意思的启蒙啊。所以还真别小看了游戏，游戏除了是一个游戏以外，它还有很多很多也许你想不到的功能。其余的时间就比较四平八稳了。德语那边今儿下午跑去书店读了读大家学德语的接下来三个字母，也就是 RST。 明天的话争取接下来的三个 UVW， 那这三完了之后我们就只剩三个了。这一周我们真有希望把大家学德语剩余的部分给它弄完。另外的话，为什么现在只有三个字母没办法更多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几乎我要把那本书给抄下了。因为随着自己能够看懂的，或者借助下面的翻译，基本上七七八八能够猜得出来的越来越多。那我希望他所有的这些能用得上的语料以后都能派上用场，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用。那我希望他能派上用场。也许以后我还有机会开一个，从另外一个角度啊，换一个角度来开一个德语课，就用这个玩意儿作为教材的德语课。虽然我觉得它还远远不够，它给出的东西还远远不够，但剩余不够的就我来写呗，就我来写呗。好，这是今儿下午德语这方面。然后今天是五一，好，就差一吧，我待会儿可以吃了。购书中心的一楼在搞一个活动，什么？记大赛的冠军赵善头之类的，请了一个人在那儿做讲座，听到了一些特别心灵鸡汤的话，在我看来都毒素很大。但从另外角度上说，这就是割韭菜的道路，或者说割韭菜的套路，也是一种学习呗。他是怎么赚流量的，他的话术是怎么样的一个话术，虽然我觉得挺 low 的，但他只要能割到人，只要能赚得盆满钵满，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么多的毛病，就有人信，对吧？就有人信。好，除了这个以外，这两天还找来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看了几眼，就是佛陀，印度的那个电视剧佛陀，它其实有中文的配音版，但是配的其实很差，
或者说配音演员不差，配音演员不算很差，只是制作比较差，就制作比较差，就是你整个配音感觉跟画面是游离在画面以外的，这个音轨融合的太差了，所以就显得很出戏，你只能把它当一个有点类似于看一个科普片这样的看了，你完全没办法好像融入到剧情里面去。但我必须要说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，你看看别的国家的制作水平嘛，是吧，电视剧制作水平，要知道我们的油管上面在下面的评论区也看得出来，有些其他国家的观众在看，比如又见逍遥啊，我在下面还能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其他语言的评论，这有些我相信不是中国人自己开着翻译机在搞的。刚才的话我收到两条信息，稍微来说一下。第一条信息来自于一位主内的姐妹，那问我说你的假期有多长，显然的套话用的啊，那套话就套话呗，这个我觉得亲成不成是他的事儿，他们的主要找他麻烦是他自己去承担，我只要实话实说就行了，以我而言没有什么假不假期，没有什么假不假期，对我唯一的影响就是在假期期间可能学生的时间段可能会有所调整，比如说今天晚上就没上课嘛，否则的话今天晚上应该有一节拉丁语课才对，有个学生回老家了，而且他老家居然是山东菏泽曹县，居然是曹县人，没想到。所以他一回去之后，他是我最想上的一个学生，他又走了，还剩下两个，我就想算了，今儿晚上大家都休息吧。而另外一个人做了调整的是英语那边，今儿上午8:30爬起来给那个人上英语课，然后试了一下全程的直播，明天继续，明儿还是继续，还是上午的8:30，因为他说周末本来星期天应该是放假才对，结果他还有工作要做，所以为了不丢星期天的课，我说那我们调到今天，调到这个周来放假这几天行不行，他说可以，想到了，所以明天早上老时间再来一次。说实话今儿上午还有点小突破的，就是一不留神发现自己上半场直播的时候直播间里面有40来个人最高，我没有想到40来个人，说实话如果长时间能够有40来个人的话，说不定还真有点搞头啊。下半场就不行了，中间一起吃饭，下半场一来就没人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接着做下去，慢慢的慢慢的做，加上今天上午40来个人里面就有2个人成了粉丝嘛，增加俩关注嘛，这也不错的嘛。至于刚才说到的两条信息，有一个来自于组内的组内，就是一个话术，然后又给我推了一个他们的这种讲到的东西过来，能不能不要搞这么多的这种话术，你直接有事儿就说事儿嘛，我觉得这个挺看不起的。下期的啊、另外一条信息来自于我 QQ 那边，我的一位 QQ 的好友跟我说他好像被人人肉了，我也不明白，我觉得像他好像说好像问我会不会被人人肉，我不知道什么人会去人肉我，我得罪谁了，现在就是一个
不就是一个躺平族吗？我还能得罪谁呢？所以欢迎想要人肉我的人出来跟我对一些线，跟我说一下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实在想不明白。好家伙！哎，他车掉下来怎么下来的吗？明天晚上没有问题，明天晚上仍然可以再出来走走，是吧？明天还挺重要的，不出意外，明天保不齐能学完24式剩余的这4式。我们说了，第24收视肯定是一个白送的，所以即使只有3式，加油了，争取明天能把剩余的4式给它打全。那么明天是星期四，我们还有5、6、7三天，对吧？把它给打熟练，我们争取下周可以打全套，或者是从下周开始我们来学一套新的，肯定还有类似的东西，我们再找一套来试试。美股那边的话，经历过大涨的特斯拉肯定要往回落，这个很正常。那么我觉得自己也要去经历，所谓经历大涨，经历回调，经历长期卧倒不动，什么都得来一遍，你才会有经验，你才会有那样的心态来锻炼自己。另外在转账方面，我其实这两天又发出了几笔转账，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五一啊，五一按理说他们不太会受理这个事儿，所以我估计真正到账得等到五一收假的时候了，说实话有点欠考虑，但也还行吧，反正只要钱不丢了就行。好的，那就说到这么多了，马上开始唱歌了，我这也不好说话。我们明天上午还是老时，明天下午 ，sorry， 还是老时间，我们到海边去走一走，希望明天不要下大雨吧。好，先这样，各位，拜拜，晚安。